北京这两天有点降温了，但是你这个天气吧，但我之前也没有怎么长时间在北京待过，不知道这个天气可以持续多久。这个天气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那个小凉风一吹。对，你那个去下单的时候会带着那个个数的，会带着个数的哈。而且你像是这个地方，它本身来说就是来自山东潍坊的，山东潍坊的。欢迎宇辉老师。晚上好。晚上好。至于是哪里人，至于是那个山东人，山东人哈，就是和这个是一个产地的，但不是一个地方的。山东大汉。我大吗？这个。咱是有点那个横向上有点大 ，X 轴有点大。你这个志向很大，所以我估计这也是当年你的父母给你起的这样好的名字。真的是，是吧？真的是，当时为什么叫志宇？志就是志向嘛，宇就是宇宙嘛，什么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就是当时就是表现志向很宏大。所以你说你是不是山东大汉？是，是一个志向，志向很远大，高大的一个山东汉子。对的，对的，对的。简称山东大汉。欢迎朋友们啊！欢迎朋友们。我说我毛又炸了，哪毛又炸了？现场看老好看了，朋友们，现场来看看啊！对，现场看一看，已经没有，已经没有当年那种帅气了，支棱起来了，支棱起来了，是吧？很好看，这都是有点有一些光泽性在里面。哎呀，白头发的光泽主要是。好了，我们接下来先交给宇辉老师呢，一会儿那个我再来接你。好，我再来接你哈。咱一会儿那个时间就会有点那个循环。年轻，体力好，有点循环哈。你多拉一会儿摸。对的，这样等你这个以后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工作厌倦感更强。不是，你看我还没下去呢，快就消耗那个是写着啥呢？那个我就已经贴上去了。提前两个小时上播。可以哈，我提前两个小时上播。一觉睡醒又回到昨天了。好了，辛苦宇辉老师了。接下来，好了，这个就给他下去了。志宇啊，好的。鸡心果。哎，这个我前两天刚吃过，在这个在哪儿吃的，还挺好吃的，其实很有味儿。但是呢，它不是，我不知道，我尝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甜那种，很甜，果香很足。但是因为这个品种的原因，它的果肉会硬一些。像是昨晚那个苹果的缩小版一样，海棠果、鸡心果，这是东北给叫的名字是吧？是这个海棠果是它本来叫这个名字，还是东北人给它起的名字叫海棠果？我们也叫海棠。你们也叫海棠果。张爱玲不讲人生三恨吗？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红楼未完，三恨食欲多次。虽然无香，但是好看啊，所以这个果子确实呢很好看。啊，它从外形上很吸引人。我们通常已经接受惯了，正常尺寸大小的苹果，哎，突然看到一个大小不太一样的，就外表很吸引人。所以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呀，海棠果。朋友说寡人有急，你咋又有急了？你咋了嘛？你寡人好货，少买点啊，按自己的需求来买。今天又帅了，今天不帅，今天感觉头昏脑胀的，反应有点慢。听着好脆。有个朋友说三秦人士入场，还记得最早给大家讲三秦是哪三秦？考一下那个朋友，你自称三秦，三秦是哪三秦？寡人好灰。既然能好灰，说明确实有急啊，你这个得坚持原来的审美。苹果挺好吃的啊，海棠果名字很好。三十到三十五，三十到三十五厘米左右。三十到三十五，
对，刚才提到了说张爱玲说人生三恨，其实这个恨不是恨的，它像是它是长恨歌的那个恨，长恨歌翻译成英文是什么？是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啊，它那个恨呢是一种悲伤，是一种遗憾。我以前第一次当时在讲什么，讲食鱼好像提到了，说人生呢就是会有很多的遗憾的，啊，你觉得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好好对待它，啊，好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该做的事没有做，但是人的一个成长就在于后来在于不纠结了，放过自己，你得接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不特别好，接受自己说错过一些话，做错过一些事，然后伤害过一些人。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些遗憾如果来得足够早的话，它就扎在你皮肤里像那个刺一样，不断的偶尔提醒你，提醒你你应该珍惜，应该表达啊，应该庆祝，那个过程叫成长。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纸皮烧麦，用纸做的皮啊，我开玩笑呢，就是跟纸一样薄的皮啊，不是用纸做的皮。我说三秦是韩魏晋吗？三秦肯定不是韩魏晋，就是现在的秦地呢，以前叫分成了三个地方，一个叫雍，一个叫塞，一个叫评论区，现在还没有朋友回答出来，有一个刷过去，感兴趣可以搜一下。蛋黄纸皮烧麦，一包是四枚，一枚六十克，所以这一包一共有四个。四个，咱们倒数八袋。八袋。倒数八袋。四个蛋黄的，四个三丁的。太原厂开始。我今天还给这个朗朗老师发消息，他说他是今晚的助演嘉宾，我说哎呀那太遗憾了，没能去现场，我今晚在北京直播间里会替你摇旗呐喊的啊。然后呢这个很感慨，他也很感慨，说最近也没时间见个面是吧，我说最近可能抽不出时间，因为他明天就要出国了，应该是有其他的这个演出啊。前段时间呢他还去西安演出了，西安那个交响乐团，就是我们那次带大家看世界，就是董宇辉朗诵这个琵琶行那个地方啊，然后所以跟这个交响乐团的负责人也有联系。其实当时他们还提前跟我说过一次，邀请我说这个啊朗朗夫妇呢他们会在那块演出啊，要欢迎我回去参演，我说我能演啥呀，对吧，我给人演个讲个英语单词太傻了，而且当时因为形成冲突了。徐小鹏自己拍啊，49.9块一共带的多少来着？八袋，一袋四个，一共32个。烧麦是啥呀？好吃。面包米啊。面包，碳水的快乐呀。里边是不是有一大颗咸蛋黄？对。有咸蛋黄吗？咸蛋黄下了一颗咸蛋黄。别说还挺好吃的，咸咸甜甜的。上海人以前的传统早餐四大金刚其实也是可多碳水啊，有啊，蛋黄虽然都是碳水啊，但是它很快乐，快乐在第一个，碳水本身就是快乐，因为照你身体之后迅速转化成这个泡糖，人需要能量，身体就会释放多巴胺暗示你快乐快乐，多吃多吃。第二个呢，它这个皮很薄，有一种那种蟹黄包的感觉啊，然后里头的这个米啊它味道很足，调料拌的也很均匀，我不知道它具体有什么调料，但应该还有香菇，我吃到了，就这个味道拌的很好。前一段时间我们自营了一个包子是，然后那天产品经理来找我讲产品，讲完之后呢就问我说你对包子有什么感受，我觉得包子和饺子这一类食物呢，因为烧麦其实也像一个包子啊，
从外形上来说，只不过它包的是米和蛋黄和这个香菇而已。我说这一类食物其实特别体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人们的一种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就是你看啊，原本很多的蔬菜啊，它可能单独吃起来味道寡淡，对，营养不够丰富，然后你把它切一切剁一剁拌上调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就色香味俱全了，就有一种五谷丰登生活美满的这种感受了，就营养也丰富了，口味也均衡了，所以就是把各种单调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好像就因此生活中看到了彩虹一样。这是一种化零为整的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总喜欢总结，总喜欢收集，就是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中很多细碎的东西呢，你要不去整理，它自然就流失了，啊，所以要珍惜。所以你把它包在一起，最后吃起来就有一种把生活的细碎挑选在一起，汇总成一个大的奖励给自己一样。你发现小时候的饺子啊，或者包子里有馅儿，对吧？都是非常小的肉末儿啊菜丁啊等等，你单个吃呢多难吃啊，但是包在包子里就显得恰到好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化零为整的智慧和一种生活的习惯，就是把细碎的东西总结在一起，用一种更加美好的方式呈现，从而达到一种快乐的效果。喜欢朋友自己拍啊，49.9元，一个只要1.5元。啊哈，今晚还讲孟子吗？今晚不太好讲了，因为下午还没看书呢。刚才这个聊天聊了很久。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牛奶，伊米尔纯牛奶。哎呀，抖音上卖伊米尔纯牛奶，澳洲品质，优质蛋白，啊，12星座系列。对，我看。你说星座真的准吗？分人，对对对，有时候挺准，有时候挺准的。你的准吗？我觉得准。你准吗？一般吧。你就不准了。你准吗？孩子，你准吗？咱不聊这个话题。不聊这个。为啥？因为弹窗吗？我天啊，这没想到吧？这弹啥窗呀？咱就先聊聊牛奶，对，一会儿再聊。行，我一会儿就猛聊，猛弹窗，然后至于一会儿就可以直接休息。我你们也可以下班，对吧？我休不了，钱扣在我身上啊，伤害的是我，但快乐的是所有人。舍己为人，舍己为人吧，太感动了。主打一个高风亮节，全公司追着我打。嗯，还是治愈，对，还是治愈。这个10罐啊，每罐200毫升。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十二星座系列 ，like this one， 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星座。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啊，蛋白含量是，哎呦，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么高，3.6克，就是通常大家去买那个5块多的一罐，那个含量就是3.6克。大家什么精选什么什么优质蛋白啊，不是所有的奶都是什么什么3.6克啊，这就是指名道姓，就是那种奶就贵点，它就是3.6克，这个也是3.6克啊。钙是115毫克，对，其实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但凡是这类罐装奶，其实之间区别不大。就是在牛奶里头区分品质的不是这个，在牛奶里头区分品质的营养全面的，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标准，就是你看它的保存日期。一般情况下，大家买那种，比如保质期在7天的、10天左右的那种奶，一般都贵，因为它是低温消毒，所以它的营养保留的最全。但那种就是因为要付出冷运啊和储存高昂的成本，所以那种奶不会便宜，不可能便宜，做不到便宜。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种奶。它是高温灭菌，就是煮沸了，所以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营养被破坏，但是像蛋白质啊钙啊这些，这两个主要营养是不受影响的啊。所以这类奶呢，它的储存起来条件比较方便，然后难度没有那么大，所以它们一般来说价钱是比较优惠的啊。然后
再有像什么优酸乳啊那类，那类就不能叫奶了，那叫饮品，那叫饮品，那叫奶制饮品啊，因为它奶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薛晓鹏自己拍啊，对，就是现在超级对，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说商品适合自己才是好，就是丰俭由人。如果说呢，你这个家里的生活方便，楼下就是便利店，就是超市，然后呢，你这个收入也比较高，非常在意品质，想喝到属于牛奶本身那种口感。你就买那种短时期保质期短的，啊，如果是对，如果你追求一个性价比，觉得说你看我需要蛋白需要钙，我也能补充，而且呢，这个比如同样的那个一瓶，我可以买这个四五瓶，我就喝四五瓶，那蛋白和钙的嗷嗷的多，那你就买这种，所以这种就是性价比之选，啊，但如果都是这一类罐装的，然后高温灭菌之后奶之间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坦诚来说，所以最后大家会发现他们的售价越来越相似，因为本质上区别不大。明天周五播吗？明天播呢？明天晚上播呢？徐小鹏自己拍，99块钱，八月份生产期，哎，很新啊。对，能喝到明年二月。8月3号，喝到明年二月。一盒只要2.5块。对，而且给大家讲，就是这个，这个可能会扣分啊。我们。北欧几国，大家印象中这些人个子都很高，对吧？丹麦男性平均身高2米了，啊，两米了。但你知道吗？100多年前他们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6米。那你说为什么100年他们人种就变了呢？为啥呢？饮食结构变了。啊，丹麦，不知道吧？2米，非常夸张的。而且你看现在小孩好像都身高很高，饮食结构变了。尽量不去丹麦啊！不要去丹麦旅游，不去丹麦旅游，对，拉黑丹麦。对，董宇辉彻底拉黑丹麦，具体原因不详，不方便讲啊，因为容易让他想起伤心的过去。他曾经也身高2米多啊，据说就小腿就2米多长了，往事不堪回首哎。那腿太长了，走路风一刮左右摆，不安全，缺乏安全感，恐高呢。头晕难受，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下一个产品啊。眼睛都看不太清了，小奶花蒙古味中秋礼盒14袋，里头都有啥？啊，东西都取出来了。哎呀，这个好，就是奶酪系列，舅舅给买，这真的是家里有小孩，你就可以多买点这种奶制品，多吃呀。丹麦啊。我们这个单买，这个不单买，这个卖一整箱的啊。昨晚睡不好，对，昨晚睡着太晚了。我发现我这个就是，一有心事啊，我就睡眠就很差，啊，就是不够大心脏，不够大神经。带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东西。那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种类比较多。12种啊，分别有芝士三角。哎呀，哪个是芝士三角？这哈，尝一下，有芝士三角，还有含，一共九种啊，还有奶贝、芝士奶块、芝士三角，上面是原味，这个是猕猴桃味，厚乳酪，蔓越莓味的厚乳酪，奶球。芝士奶棒、奶贝，全是奶制品。哎，朋友，今天还有螃蟹吗？今天没有，明天有。咋还隔天供应呢？卖完了吗？还是？就是对，需要清一下库存。嗯哼。就姓那不是我姓主，你那导演的姓主机好吗？大家抓重点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蛛丝马迹啊！现在，啊，害怕。前两天我在看我妈在我们群里转了一个视频，抖音一个视频，一个漂亮女孩，优雅知性，然后下面人赶快就说有对象吗？然后介绍给董宇辉。
啊，下面立刻就有人跟着评论，别看了，手上戴着戒指呢。因为第一个是大家这个看别人的点就很奇怪，第二个是他们发现细节的能力令人震惊啊，嗯，真的是，买一单啊，买一单，99块钱，就去买，就先去买，就是要先尝后买，对啊，就是尝过了，可以买。哎，没了吗？大家刷新一下吧，可能拍得太快了，瞬间没了200单。我这还是没有呀。大家就是想跟舅舅抢。对他突然。你不拍他。不是，我不买，你们也不买，是。对。我一买，你们就抢，而且好多次导致我。昨天也是。就这一瞬间。你不买，他们不买。就图啥呀？而且好多我说这太贵了，夸夸夸把它卖空了。我说这个别买，不好吃，大家就买。你们这现在购物的需求，大家现在购物也是有需求的。但不是因为缺这个东西，主要是因为获得心理愉悦，所以花钱买开心。董宇辉不让我买的我就买，因为叛逆所以开心。董宇辉买的我就买，因为我抢到他没抢到所以我开心。再说这回就买又买，就是都花在刀瓣上了。刀瓣理财大聪明啊。嗯，啥为啥？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相处？费解啊！不过这个东西确实挺好，是吧？对，货真价实。给。哎，谢谢。我都能，哎呀，我都能听懂你们的潜台词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乎舅舅那一单。啊、嗯，导演一说好吃，那我就知道他要干啥了。还提醒我原材料挺好的。你看这种感觉像不像小时候小孩啊？俩小孩，中秋节，然后大人们都坐一块吃月饼、吃水果、聊天，俩小孩在门口玩儿，连给小孩这样拆开来吃，奶酪。小奶花，我舅舅买的，啊，那个就是吧，这盒子都不好拆，啥味儿啊？肯定都不好吃。哎，我妈那天也说要给我买，我都没让她买，根本就不好吃，我不想要。你家还有没？你让我给你尝一下。他就是不直戳重点，然后围绕着那个话题，啊，顾左右而言他呀。楚汉之争结束之后，刘邦一统天下，他身边有几员猛将所向披靡，所以呢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复现在山西的很多地方，但是他很冒进，所以白登之困在现在大同附近被困7天7夜。自那之后呢，开始了非常屈辱的这个和亲，所以当时整个汉朝呢对于这个匈奴啊其实很恐惧，很恨，但是又没有办法，只能受着委屈。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然后也终于在得到了大权之后的这个汉武帝啊，特别年轻的时候朝气蓬勃，然后呢雄心壮志啊，就要想建立一番功业，然后呢他也要选择自己的这个团队，他要搭自己的团队啊，旧臣都不用，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汉武帝开始就有了外戚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来自陕西汉中的一个年轻人啊，举手，是各地推荐上来的，对吧？举孝廉的推荐上来的，
两个人一见如故啊，虽然之间有几岁年龄差，但是感觉看彼此上眼了，手持结账，然后就出使西域，一走十几年。你说在匈奴那里被匈奴掳去，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张骞，匈奴为了感化他，对他好，不行，来软的不行，来硬的不行，给他媳妇儿不行，给他牛羊也不行。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就这样让他一直牵肠挂肚呀？因为大家知道匈奴是一个迁移的民族，对吧？游牧民族，他们就无法，你说那片故土上到底有什么让你这么的坚定？你那结账都成木棍儿，成拐杖了，你的结账，结账上面的那个流苏都掉光了。中间逃走，然后跑到大月支啊，或者现在叫大肉，以前大肉支，现在也读大月支了啊。返回之后再次被捕，再次逃脱之后，终于遥望长安，然后一声长叹，泪流满面。我们已然无法还原当时的场景，也没有机会亲自问一问张骞当时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归来之后呢，汉武帝非常的感动啊，封侯了啊，叫博望侯啊，就是广博瞻望之意。然后他所封的这个地方呢，在现在河南啊，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南阳博望啊。博望这个地方后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据说当年啊，诸葛亮在这里放火，因为两军在交战，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啊，然后当地的土呢颜色偏红，所以当地人就很喜欢啊，把自己的这个地方特点跟一些历史结合起来啊，说这土都是烧红的，嗯，啊，甚至说我们这儿种的梨呢都很好吃啊，就是那场火的原因。抛开事实不谈啊，抛开科据这科学依据不谈，但是我们就总是的感觉，哪怕就是自己家里那方山那方土啊，那几亩田，就是总是有那么多的情感。旁观的人都无法理解啊，漂泊四海的人无法理解，你有啥好的就那片地方？就像当年那个游牧民族整天搬家的人不能理解张骞为什么渴望那片故土一样。哎，我们就是爱这个地方，说不清楚为什么爱，但就是一提到这片土地就是泪流满面啊，博望。所以这个地方到现在依然很知名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能文能远自营的梨啊，就叫做南阳博望梨。这个梨呢就种在那片地方，这个梨跟这个张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品种也是后来进的。但是我们就是念到那片土地的时候，总觉得它有一种历史的厚重啊，它有一种人文的这种可爱，它有一种贯穿了时光之后深邃的凝视啊，所带来的一种值得揣摩的那种复杂感。凝望，越发的凝望，我们越发的泪流满面啊，对脚下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方甄选的南阳博望梨。梨花下香风郁尊，松竹外落日金盆。到了秋冬季节，北方干燥啊，天气严寒，经常呢大家会不太舒服，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多汁水的水果、啊、还是很有益处的。然后这个梨可以怎么吃呢？你看我们这是蒸的梨，对吧？哎呀，里头蒸了这么多的银耳啊。对，可以蒸可以烤。这皮儿薄馅厚哎，啊，皮儿薄馅大。然后这个是烤的，哎呀，这个烤的感觉更软，还煮了梨汤。对 ，OK， 拆开尝一尝。这个梨呢，它口感上其实比库尔勒梨要偏硬一些，啊，它没有那么酥，但是超甜，而且果香很足。哎呀，你看这个烤流的汁水。同时呢，这个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刚说的第一个甜，第二个汁水多，第三个呢就它个头比较大，所以能饱口福呀，能大快朵颐呀。喜欢的朋友自己买啊。烤梨我倒是第一次知道，这是哪儿的做法？哦、oh, ，really？ 你现在一看到你吃几次馕，你现在看到烤的就是新疆。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嗯哼。有人说山东，啥里哪儿都有，还有东北。东北我知道有冻梨，冻梨冻柿子是吧？对。其实看来各地都有烤的。大家智慧的结晶。你知道它这个锡箔纸包的，然后里头现在下面
一坛这个梨里头渗出来的汁水很清新。你知道为什么秋天就是跟梨啊就特别搭吗？因为梨的那种清新芳香啊，多汁和舒爽的感觉，就像比较凉爽的秋风穿过发梢时候的感觉一样，对吧？它不是那种甜到发腻发齁，它也不是香气扑鼻到让你感觉很强烈啊，所以它不如夏日那般的狂热啊，也不如夏季的时候那种炎热时候的聒噪。也秋天了，对吧？也没有蝉叫了，就蛐蛐叫，但蛐蛐是此起彼伏，它不像蝉那么聒噪那么吵。所以梨呢就是非常搭配秋天的。赠君一颗梨，劝君莫相离，中秋佳节，明月高悬于天上，家人团坐一相聚一团，然后呢这个并肩啊，然后分享聊天回忆生活点滴的这个感动。希望这个佳节到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东方甄选的陪伴啊。当然这抹梨上呢还记挂着一个地方人们的思念啊，博望啊，出去十几年媳妇都有了还要往回跑，你们的地方有啥好的？你不知道，就像你不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个河南的朋友啊，他们常年奔走在外，他的生活呢在历史上因为黄河的泛滥受过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啊，他甚至有时候也会被一些人无端的这个猜忌和陷害哈，但是他仍然对那片土地热爱的那种深沉一样，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无法克制的爱。河南人过节非常热闹啊，大家如果有机会身边有河南的朋友啊，你去他们那过个节，哎呀，让你理解什么叫做仪式感，那拉满，我跟你说。口感很清甜啊。快果包培，压伤包培，变质包培，不足斤两包培，产地职工啊。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对对，他用这个防护，这个现在好多水果也有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第一个它有防撞的泡沫托，这个箱子比较硬，不容易被压扁。然后第二它又有这个保护着，所以彼此之间的磕碰不用担心。这个梨为什么这么甜？年平均气温 14.4 度，年均日照2092小时，因为它正好在一个季风的交界处啊。是的，先生首发95折。首发95折，喜欢朋友自己拍啊。我发现他们这个做法还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应该是蒸的，这个是烤的。梨的这个香气啊，全部渗透在银耳之中了。吃两口就感觉很舒服。这个勺子太小了，不适合，我要拿大勺子吃。你在蒸的时候还可以给它放点枸杞，放点红枣。中，关关关。而且这个果肉蒸完变软了，口感很细嫩。饭缸子呢？我也不知道我的饭缸子去哪里。有评论区应该是当地的朋友说，博望梨收到冷藏吃着更爽。嗯哼，还有建议说放点冰糖和川贝粉的。所以你看啊，就是关于一个食物的吃法，你看评论区啊，以评论区的各位观众的反馈为学习榜样。梨还可以烤着吃，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烤完之后呢，因为众所周知啊，温度高的时候分子运动速度更快，所以此时呢吃到嘴里不用你的味蕾去仔细的捕捉啊，梨的清甜呢就迅速的蔓延开来，直出天灵盖的，就是来不及思考，你就陷入在了一片甜蜜之中。然后呢，蒸软了之后，果肉很细腻，用舌头就能压碎，
这个时候你又感受到了梨本身的清新和芳香，某种我不知道的化学物质在此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化学物质的凝聚就来自于脚下那一片红色的土地，充足的光照和那里常年不变的季风。你试着烤一下或者蒸一下，嗯，还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自己拍啊，朋友们。今天是首发九五折，再吃一个。嗯，蒸的和烤的不一样，蒸的口感更清淡一些，烤的浓郁。就是大家知道烤红薯和蒸红薯不一样，因为你看蒸的时候它水分多嘛，所以被稀释了，烤的时候多余水分给蒸发了，而且你看这么多水已经吸出来了，所以糖度就比较集中了，更甜了，更甜了，对，口感非常好。我觉得你在蒸或者烤熟都不用再加糖了，因为这个梨本身甜度已经足够了。嗯，八月庭前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诗人杜甫晚年在成都客居他乡深夜梦回啊，梦中惊坐起，捶胸顿足，然后呢遥想故乡，回忆当年年少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街头看着公孙大娘舞剑啊，那种气势和状态。到了晚年，我们都知道，因为杜甫他晚年有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啊，所以杜甫晚年其实可能要吃水果很难。但他小的时候怀念起那个时候一身的力气啊，对未来无限的信心、冲劲和渴望，所以写了"八月庭前梨早熟"。到八月，农历八月，不是马上八月十五了吗？院子里这梨树早树熟了，一日上树能千回，啊，那裤裆都磨破了。但所以大家想一想，杜甫小时候裤裆也是破的，啊，只不过他裤裆磨破应该不用挨骂啊，因为照顾他的那个姑姑呢，对他非常好。所以说，突然想到了，拔丝梨好不好吃？很有想法，有点甜的头疼啊，甜的头疼，还是不要太幸福了，幸福过头了，幸福过头了。拔丝梨你可以试试啊，试试完了之后你在评论区给大家反馈一下。来自新东方的厨师，不是来自新东方的老师，咱可是会做这个拔丝红薯的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糖起沫飘下来，飘到油面上那一刻下锅，太早了糖没有起沫意味着糖没有化，再晚几秒啊那个沫就变黑了，变黑了就是烧糊了，这个时候出来的拔丝就是苦的，嗯，寸呐，火候啊，时间必须要准，早了晚了都不行。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辽宁丹东的这个软枣猕猴桃，哎呀，今天的都是软的了，挺好，昨天那几个硬邦邦啊，嗯，也很甜也很清新，把这个放着我吃完吧，要不然拿走你们也不吃浪费了。它跟普通的猕猴桃当然不一样啊，我无法跟你描述口感上的差异，但主要就是外形上不一样，大小看着不一样，是个新鲜，啊。对，今天卖了两万的。这个吗？对。所以你看，长得不一样，就是有市场啊。大家都想试试。猕猴桃都有毛，它没有。它没有。对吧？嗯。就像呢，别人都长了眼睛，我不长，我把眼睛眯着，对吧？别的猕猴桃呢可能是灰色的，它是青色的，
就像别人脸都是白的，我的脸是黄的，黄脸，我就估计就有市场的。大家一看，这个人没有眼睛，脸是黄的，头顶头发炸起啊，耳朵特别大，不长嘴啊，只长了一个鼻子，一定会有人爱上我年轻的容颜。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啊？需要朋友自己拍啊。朋友说你这是妖怪，咋说话呢？特殊 ，special， OK， 你知道 special 这个词就是跟看相关，因为它你看 S P E C I A L special， 它前面的词根是什么？导演，你给我拿黑板，就是 spect 就表示看。为什么人群中就能多看你一眼呢？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人群那么多人，为啥多看他一眼呀？你看，特殊 special， 学过吧？这个单词 spec 就是看的意思。你为什么要多看他一眼？因为特殊呀，对吧？耳朵长得跟簸箕一样大，没有眼睛，没有嘴，鼻子是鹰钩鼻，脸还是黄色，好帅呀，对吧？请问这样的男朋友都是谁在谈啊？懂那种感觉吗？不能是吧？我问你能懂那种感觉？旁边几个小孩就，这只能心里想，不能说，对吧？对，没有这个福气、啊。spect 就是看 ，spect 就是看嘛。大家以前学过这个单词啊，词根，所以你知道这个 spect 这个词根就是看。所以英语中观看叫 spectate， 啊，比如你说 watch a game， 你可以说 spectate a game。观众镜头前叫 viewers， 对吧？或者 audience， 你也可以说叫做 spectators， 就是观众。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观众现在看到的是个猴子给大家表演节目。如果你要假期黄金周带带家人，对吧？山重水复的绕开，然后前面豁然开朗，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啊，那个景色叫 spectacle， 什么意思呀？叫做景色。这时候大家都说哇，景色好美，你说什么也看不见啊，眼前灰蒙蒙的，那是因为你没有把眼镜给戴上。你戴上的眼镜几个玻璃啊？两个，一个那叫海盗啊 ，spectacles 加个 s 就成了眼镜了。所以你看美国人说 glasses， 英国人嘲笑他们没有文化，因为英国人说 spectacles 就是眼镜。OK， 戴上眼镜突然发现世界清晰啊，眼前壮美之景啊，近处可以这个。饱览，那这个时候说景色太震惊了，太令人这个喜欢了，叫 spectacular， 叹为观止的，就是好啊。所以你下次你说到good，你想说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词，叫 spectacular，spectacular。OK， 景色怎么样 ？spectacular， 这个人多嘛，气势很壮观 ，spectacular、啊。据说他这个在设计一个作品怎么样 ？spectacular。OK， so spect， 为什么看他一眼？特殊呀，就是因为特殊才看一眼，就是因为看所以才特殊。所以朋友们，值得你多瞧一眼的就是特殊的。如若不然，为何要多做停留？你说呢？在卖梨和这个。软枣猕猴桃啊，啊！导演说今天卖了20000的单了，对，震惊啊！啊，可能旁边吃过这个。我说讲什么单词？我在卖货。我刚刚说是不是因为特殊，所以多看了一眼？对。你打眼望去，猕猴桃全是外面长着绒毛，然后大概这个拳头大小，然后皮儿都是灰色的，好无趣呀，对吧？去公园相亲角，找了那么多人，全是身高1.8米。然后呢，大城市有车有房，两个眼睛，一个嘴，一个鼻子，好无聊啊，有没有一点创新呢？对吧？烦。这个时候东西会迎面走来，没有眼睛，没有嘴，鹰钩鼻，脸是黄色的，耳朵跟簸箕一样大。请问这种长相特殊的男生都是谁在谈呢？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一眼看上的，你为啥多看？特殊呀。朋友说我是找对象，我又不是猎奇。你这个词用的充满好奇心啊，保持童心，这是正义词。你说猎奇，这是充满受虐了，对吧？谨言慎行啊。嗯，又卖了三千单。又卖了三千单。对，现在小果已经全受控了。小果受控了。所以就是因为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是吧？你就当时一不没忍住就下了单，嗯。大家不要害怕，它不酸，它放软了很甜。它不酸，它放软了很甜。对。啊，虽然很丑，但是它很温柔。嗯。啊，就这个意思。永葆童心呀！啊，努力探索呀。他们说能皮能吃吗？直接吃。碧玉玉的。哎，这个很甜啊，看看。对。表情完全没有变化。哎。哎。这属于无限了。宋词。大家说很甜啊，一看我表情都没变。皮儿还是有点酸的啊，靠近皮儿的部分，实事求是，对吧？给，来，他们生害怕，因为我的表情最后卖不出去，你们一看就不懂，你们根本就不懂屏幕前这些每天跟你们陪伴的人，但凡董宇辉没让买的，最后都买了。去买别人的这个梨，你们这梨酸吗？不酸不买。你这波表情出了两千单。大家还是叛逆啊，喜欢酸的。下一个吧，下一个不卖。受伤了。这充分的证明努力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啊。只有不努力才能起作用。对吧？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嗯。就跟东方春显当时一开始被大家关注到一样。平常好好卖货呢，无人问津，啊，评论区直播间胡说八道呢，这个突然就意外走红，成功最后都靠意外靠运气，嗯，古寺牛肉饼，和牛牛肉饼，我们特意给你包的牛肉饼饺子，哎呀，剁碎，对，我们搭配了今天的果蔬粉，啥家庭。这吃了没事吧？你先吃，你先吃吧。注意表情管理。妈妈，我爱你。这醋放太多了。吓死我了。醋好酸啊。这醋放多了是吧？这啥醋呀？十年陈。八年酿。哎呀，我鼻子都通了，我跟你说这个醋。哎，这饺子挺好吃的。饺子啥馅儿？牛肉和啥？牛肉饼馅儿。牛肉饼和啥？笋。对，笋尖儿，咱们今天有笋礼盒。笋是吧？对，咱这个外皮是用果蔬粉做的。外皮是用果蔬粉做的。嗯。好多家长啊，为了给孩子做一点有花样的食物，挖空心思，结果孩子视若无睹。我跟你说，好多这种食物啊，现在对于小孩来说有点幼稚，但是对于成年来说恰到好处。我说上醋，卖牛肉呢，然后问醋，哎，牛肉饼确实吃不错啊，牛肉饼馅儿可以。有朋友，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老婆知性优雅，她有自己的爱好，她热爱生活，她会在春天的时候折下一束美丽的花朵放在干净的瓶子里，
他会去看一只蝴蝶，会在春风正好的时候爬一次山坡。他在夏天的时候会给自己藏好多的冰棒汽水，会在夏风燥热的夜晚跟我说想看一次海。金秋来临之际呢，他也会剪下很多银杏树叶夹在书里做成书签。他说在他最喜欢的那首诗里放了好多张，所以这样他把书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只要我一看见书，我瞬间就能翻到他想跟我说的那一页。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the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the summer's leaf hath too short a date. Sonnet 18. Yeah, very good. 他也会在初雪之后呢，穿上暖和的靴子，戴上厚厚的手套，活蹦乱跳，欢呼雀跃，像个孩子一样要打一场雪仗，然后买那个街角炒着香气飘满整个街道的糖炒栗子，还会特别贪吃的买上几个糖葫芦。但是他会把看着最好的那个留下来给我。哎呀，编不下去了，梦醒了。哎，评论区说起床了，闹钟响，把这三字屏蔽了。明白，太过分了啊！你们这就不配合演出，这个捧哏要注意节奏呢。你要等我说到最后，你再说梦醒了。我才刚开始，你说梦醒了，我这还怎么往后面演？对吧？嗯。现在咱已经没有默契了，缺乏配合呀。要不我们直接小名。谁干家务？谁有时间谁干。我也干的，我周末就可以干。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所以家里家务都是我干的。啊，周末两天，你没有发现我现在周末就基本不怎么活跃吗？我在家里看书、洗衣服、打扫房间。这个饺子挺好吃的。嗯。咱卖的跟饺子相关的是啥？牛肉饼。啊。牛肉饼，讲讲啊。果然是好牛肉，和牛骨刺。骨刺的肉相对就肥一点了，啊，如果包饺子呢，你要再加上青蔬啊，就蔬菜啊、莲菜啊这些、芹菜啊这些，你要稍微肉肥一点的话，就更香啊。而且你就不至于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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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剁一早上，邻居都听烦了。啥家庭啊，包多少饺子剁一早上，效率很低啊。评论区，这真的是，这丈母娘真的是在给自己孩子找出路。谁做家务？我刚说谁有时间谁做。好，那下一个问题，谁做饭？这样，我回家做饭，他出去挣钱，可以吧？可以。嗯。方便面啊，啊，汤好喝，有猪骨的、老母鸡的，还有辣牛肉的。你看，你看，这是又来了，谁带娃？还是一样，谁有时间谁带，都带，就是这些活肯定都得干啊。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爸妈都得陪伴。谁辅导作业？这个啊，要看
分科目的。如果是英语的话，那我就自告奋勇，责无旁贷。你放下，我说吃完也端啥再端。但如果是数学的话，为了不连累孩子，不做副工，我就让贤了，啊。如果都不会，那孩子就自求多福吧，爱咋咋地。醋呢？醋很重要啊，不能把醋拿走。真的是，为了这个醋才包的饺子。方便面饺子。好。朋友说：“那你找个理科媳妇，那也不一定。他跟我的那种共鸣、情感的共情能力很重要，情绪稳定性很重要，这些更重要。他文科理科，这不是标准。如果两个人数学都差，那我说了，孩子自求多福吧。嗯，爸妈尽力了，能帮你地方帮了，帮不了地方自己努力吧。人生好多路需要自己走。”从小就 PUA 孩子，哎，我之前图书号搭着潇潇啊，这个有一次潇潇在这干啥，跟我们分享说，就他每天晚上要陪他们家那个孩子那个 Claire， 每天晚上陪 Claire 去看那个绘本，给 Claire 读书。因为潇潇那个英语发音非常好啊，就是又清楚然后又流畅，还标准的英音啊。我现在想，我说我以后的孩子就寄养在潇潇家啊，多省事啊。但是当老师的一般都会有一些习惯，职业习惯。Like, when we speak English, we tend to speak English slowly in order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understood.To the students, because if you speak really fast, they fail to catch you, and they may just give up, and they just don't listen to you anymore. So, when we speak English, we tend to speak English slowly, which is a habit for this career. 出于职业习惯，很多老师说英语其实是说的慢的，而因为你边想边说呀，对吧？很难说特别快。那次那个采访，我问题人倒是提前给我了，没准备，现场问，现场想，现场答，就反应速度就不会特别快。但如果要提前准备好的话，就可以快一些了。其实，但有的人他也不提前准备，因此就会有很多的惊喜嘛。去录那个开讲浪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房间休息，小撒在隔壁，导演在聊。小撒的习惯就是他在录之前不见嘉宾，保持神秘感，这样第一次就会有碰撞出的惊喜。导演找啥呢？啊，没事没事，你不用管，导演，那个无所谓，那个无所谓，没事，那个无所谓，没事。我在这说英语，然后评论区有个朋友说人话啊，导演害怕我看到了伤心，然后就把那个给拉黑了，没必要。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无所畏惧，不爽就骂。路见不平，甚至给人当头棒喝，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侠客，可酷了，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张嘴就来。这个朋友可能是一个孩子，还在成长，给他一些耐心啊。我是一个老师呀，我怎么会嫌你幼稚呢？饺子27块9，一共到了10包。OK，
41.9块带走15包，白象的方便面啊，国货啊。最近他们好像彼此都很热闹，互相串门。可能说我声音时大时小，导演你看为啥？我说直播间吵，不是他在旁边播那个，你不用播那么多，你播两个就行了。嗯，然后你们那块控制一下声音啊，因为有人说吵。对，往下掰一掰。现在呢？您的意见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饺子好吃啊。饺子好吃。嗯。这是汇报。啊？这是对导演的汇报。孩子，这些我没加。给我了。对。好。你换个筷子。好嘞。醋汁你看你嫌不嫌弃？不嫌弃。你给他拿一个筷子。好，我们这直接上手。上手。一看就是苦出来的孩子呀，哪有那么多穷讲究呀？嗯，牛肉饼做的2号米，是吧？剁碎就是好吃。啊，先把饺子一吃，再把醋一喝，最后拿盘子一舔。啊，都是苦出来的孩子，挑啥呀？啊。朋友说，那我是用户，要求你约会，这个需求能满足吗？嗯，导演记一下，反馈给公司。啊，得看一下公司能不能有这个业务。我们开展一下。嗯，到时候可能得预约。预约。啊，然后像年轻帅气的预约的比较多，然后像我们这种人，年龄比较大、脾气比较差的、话还少的这种人，可能就面临新的职业危机了。所以就是每一次创新都会有人跟不上队伍。到那一刻我就要拿出我的必杀技，眼睛糊掉，脸涂成黄色，嘴一封，鼻子弄成鹰钩的，耳朵拉大，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后来噩梦做了好几年，是吧？那样这做的只能是噩梦了。继续讲小撒，就是录那个开讲的时候，我们俩现场聊了很久，互相怼，他怼我，我怼他，但好多最后没剪出来，因为大力姐毕竟是央视嘛，你们俩在这开那些玩笑，那能剪吗？啊，一个相对来说人家寓教于乐的节目，你们俩这全程的说相声呢都。朗姆鸡汤面啊，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自己卖了4000单。自己卖自己，你看这就是好孩子呀。好孩子吗？啊，这孩子是来报恩的。你夸他两句可能就没有钱了。从小学习不让人操心，吃饭不挑食，即使家长不在家里，回家作业写完，饭吃了碗洗，上床就睡觉。啊，读书那会儿呢，跟老师同学之间也没有冲突，每次开家长会到学校都可自豪了，你这是谁的家长吗？是的，我就是那个谁谁的家长，你怎么看出来我是那谁的家长的？啊，高考那几年的别人都操心，还把孩子压力大，还把孩子营养不好，都辞职去那陪孩子，啊，陪读，这孩子没咋操过心，就给送过2回好吃的，啊，给钱多了还不要，啊，省心啊，啊，大学那也很独立，啊，后来工作也没让家人操心，你看别人的孩子对吧？工作还是父母花钱的。咱这都没有，报恩呢啊！自己放那卖4000多单。哎，咱这个商品也需要针对性表扬。也刚说完就拿走了，刚说孩子省心就拿走了。
你看毕业了，这孩子就是省心啊。有的你还得提醒说来换产品，没反应过来，孩子自己都走了，嗯，这忙去了。下一个已经来了。这是坏孩子，这需要。这个孩子需要重点照顾，我必须重点品尝一下。哎呀，这个很好吃呀，我必须重点研究一下。重点研究一下。他说夸自己，那我不是，我做不到。我虽然学习上也没有让家人操过心，哎呀，但小时候是真的很调皮啊。嗯，我爸妈没有问我的这个学习操过心，我爸妈就在担心这孩子长成这样子啊，性格还差，脾气还差，以后对象咋找？一语成谶呢。然后呢，又发现这个睡眠差，身体差，他就是每天担心这些问题。大家都说你狂炫榴莲，就这么好吃吗？必须的，甜啊！别人说青春像糖，甜到忧伤，我的青春估计是榴莲吧，也很甜啊，这就是大家不愿意靠近，味儿啊。我有一次在我评论区看到一条评论，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难受了很久。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董宇辉的头发炸毛，像榴莲上的刺儿？”咋那么伤人呢？累了都。哎，光说还有点像，把这个有点像拉黑了，导演。导演好。好，这是个人恩怨了，哈，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对吧？毕竟我这个情绪也不稳定。打工嘛，哪有不疯的？嗯。朋友说：“你倒是让我看一下商品。”行，对不起。榴莲，直接纯榴莲果肉啊。900克，2斤，啊，差不多，你就拆榴莲，基本上，榴莲果肉和榴莲壳，榴莲壳占一多半重量，对吧？你现在买，如果这109就是900克，接近2斤，那你算基本上就是，那它得4斤榴莲才能，4斤多，5斤榴莲可能才能开出来这个肉，109，那你算1斤榴莲多少钱？20来块钱，好便宜啊。因为通常榴莲壳更重嘛，对吧？嗯，朋友说螺蛳粉拌榴莲，哎呀，会吃？你这个是巫师啊！真的是，吃嘴里没味儿。你这口吃挺重啊，孩子。嘴里没味儿，所以榴莲配这个螺蛳粉，哎呀，你倒是有味儿的，家人遭殃呀。这种人呢，适合跑到空旷、通风无人之处，啊，距离附近的村庄和城市保持上5公里以上的距离，然后迅速爆破，哎，不是迅速吃完，哈，这样就不会连累别人，不会殃及无辜。哎，你想吃完之后那多味儿啊，那。榴莲加螺蛳粉，服了，大聪明，我服你了，好吧？哈，这个榴莲还有1000单了，对，拍的非常快，拍的非常快，非常快。朋友说再加上蒜吃，哎呦，臭豆腐，厨神，厨神，再加上臭豆腐，厨神的师傅。King of the cook， 服你的，好吧？你这都是
全球五星级的那个大厨。嗯，还说加折耳根，还加哦，哎呀，还有豆汁儿。哎呀，你这嘴里真没味儿啊！你这估计鼻子也没味儿了。你不是因为没味儿才吃的这，你是因为吃了这导致没味儿的呀？这是生活。你把这混合的，那是永久性的鼻子没味儿了呀，朋友。人的身体还是有承受极限的，好吗？啊，你是有什么不开心说出来呀？你想，如果都能用这种食物组合来刺激自己的朋友，他信的故事估计比余华老师的书还惨，对吧？得多苦呀！鼻子没味儿，嘴没味儿，用螺蛳粉配榴莲，还加了蒜，加了折耳根，加了臭豆腐，加了豆汁儿。哎呀，朋友，你这不是在做饭，你这是在做人体极限测试啊！啊。想想都觉得肃然起敬，哈，谁冤大头能吃这？服了，我服了。嗯，是什么样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真的是。这接下来我跟你说，我说完这段后面本能反应是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栏目，对吧？这可能是传的臭味相投。哎呀，吓人！吓人榴莲事儿挺好吃，而且我们。闻着也不臭，其实。对，你就是大大的臭宝呀！别胡说，没，它还是臭的。它是臭的。啊，吃起来。只不过咱爱的就是臭。哎，对。朋友说买了，回去测试一下。哎呀，你是这样啊？你呢？这样不是马上过节了吗？等到保证你家里前后三天都没人，整个单元楼也都做到了有效的这个撤离啊，然后你再开始这场残忍的人体极限测试。螺蛳粉二号链接。哎呀，螺蛳粉还给你谈到了二号链接，就不给你做了，手下留情。嗯，你要做螺蛳粉呢，我就报警。我说警察叔叔，这儿有人拿这个生化武器威胁我。榴莲库存不多了，对，大家刷新一下。这波卖了4000多单。哎呀，大家这个是，都是科学，这才是猎奇心理好吗？你们这螺蛳粉的销量在火速上涨。哎呀，大家是失控了已经，嗯，劝不住了现在。起到了相反效果，啊，孩子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在家里学习已经学了5个小时了，鬼孩子别学了，睡觉吧孩子，疯狂写书，刷刷刷一直看，别学了别学了，妈害怕，你睡吧，玩手机看电视去，刷刷刷刷 abandon apple china banana， 嗯，然后呢，嘴上字背韵单词，手字算数学，然后眼睛看着这个物理公式，然后那 banana apple abandon， 别学了，妈害怕，孩子住手吧，收手吧，阿祖啊！回到家，也不知道为啥，丈夫一直在那疯狂的擦桌子、扫地、拖地。然后洗衣服叠衣服，别干了别干了，孩他爸我害怕，别干了，收手吧啊！然后呢越说擦擦擦擦的越快，一个手擦桌子，一个手擦地啊，一个手去擦玻璃，一个手擦窗台，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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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手洗衣服，然后一个手在这洗抹布，擦擦擦擦擦擦擦啊，人体极限测试硬是干到了第二天早上通宵干都不知道他干的什么亏心事，就是今天表现这么好。啊，我说这是精神分裂，这不是精神分裂，这是一心二用啊！你想，两手洗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人一般小脑都发达，你说咱都做不到。我说这就是因为吃了东方甄选的螺蛳粉。
这将成为这个螺蛳粉销量滑铁卢转折点啊，从此开始不滞销了啊，以前卖不动，听大家听完，哎，原来吃螺蛳粉家里能有这么勤快的人，连续三个月早餐螺蛳粉，你猜午餐吃什么？螺蛳粉。晚餐是什么？螺蛳粉。半夜睡觉突然做，媳妇儿我饿，你猜我要给你做什么？螺蛳粉。那、嗯、从周一到周五，从早餐到晚餐，狂吃螺蛳粉。来下一个，下一个。我说这是真的吗？以上观点仅是董宇辉，以上表达仅是董宇辉个人观点，与你丈夫无关啊！最终解释权在他那儿。他做错了什么？造孽呢？天天吃臭烘烘的，完了还让人还干活，没劲儿，干不了。因为你没有给他搭配上榴莲、折耳根、豆汁儿，还有臭豆腐，没有集齐套餐呢，无法激发人体潜能，没有到极限的，啊，他有心无力啊，哈，不刺激，没味儿啊，鼻子没味儿，嘴没味儿。正在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排骨啊，大别山精品肋排四斤。没有脊骨，它全是这种精排，然后所以中间切的时候非常容易，这样切开你不用拿刀帮帮忙剁啊，沿着这个纹理竖着切开就行。有朋友说宇辉，宇辉永远爱你，妈别刷了，你刷一晚上了，你不觉得尴尬吗？你刷一晚上都没有带起来节奏，说明这个节奏带不起来。嗯，早期我们没火，没人看我们。我爸在我视频里评论：“董老师真帅，祝愿董老师以后怎么怎么样。”非要造成一种很火的假象，啊，回到村里没人认识我。几个人假装粉丝团，这个要合影，那个还拦着不让。想吃臭豆腐螺蛳粉加这个豆汁儿的黑猪肋排啊，129.9元，一共四斤，算下一斤多少钱？一斤32.74元。哎呀，这真的是会过日子呀，32.74元。都算到分钱了都，你数字是算的还是就是随口胡说的？算的，能算这么快吗？精确不差0.01元。我看你回答这么快，我以为你是胡说的呢。一般数学课上，如果董宇辉回答问题速度特别快，没有哼哼唧唧的，没有扭扭捏捏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胡说了。我提前算好的。啊。哎呀，这评论区咋还失控了？这别刷了啊，朋友们，保持清醒，保持理智。这个排骨他直接买回去给妈妈一袋，问题是他回家能吃上。这我直接寄到家了。给啊，就好多朋友这两天，平常也很少联系父母，这两天呢疯狂给老家买食物，因为要回家，因为要回家待几天。妈妈白感动了，妈妈在厨房里边做边哭，白眼狼呀，就买了几斤回来吃的干干净净呀，四斤能吃好多顿的，走了妈妈也拿吃，多买一点，如果家里冰箱大可以多买一点。因为你知道他们的购物习惯，就是你不给他买他自己就不买，你给他钱他也不买，所以干脆你就买这东西放那儿。空气净化器今晚有吗？今天没有。没有。有朋友要新疆驼奶，导演记一下，赶快找。好，我们在等他们的反馈，马上就可以上。
哎，我真的有时候看大家的那个对我的评论啊，好感动啊，就是怎么可以爱一个人爱到没有原则？董老师是这个时代的光。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我都害脸红的害羞。啊，董老师是我孩子的榜样。别连累你孩子，嗯。肋排，下一个自己买吧。董老师真不是啊，董老师充满了缺点，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夏威夷果，这就是刚才大家说直播间背后吵吵啥呢？这抠夏威夷果，由此可见这个夏威夷果壳长得多结实。能长这么结实，说明这夏威夷果身体好呀。你看，就这么干脆利落，小时候苦练多年的这个一身力气，此刻终于派上用场。你看，所以说还得找我这种身体好的，强壮。你看这，是夏威夷果再不用脱壳，真的是一次性拧开。哎呀，这个失误了，易如反掌啊，犹如砍瓜这个切瓜砍菜一般，没有压力。夏威夷果克星，真的是夏威夷果杀手，果壳收集者，所到之处。果壳收集者，夏威夷杀手，所到之处，所有的夏威夷闻风丧胆，夺路而逃，啊，所以说呢，咱现在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浪得虚名了啊，也不是自吹自擂、胡说八道的，这一切呢都是靠我的实力自己得来的，你们羡慕呢也没有什么用啊，嫉妒更没有什么用。从头做起吧，好好做人。经过多年的修炼，你应该也可以。哎呀哎呀，这个不行，这个没拧开。翻车了。好了好了，你看，一个人最充满力量的那一刻，不是他这个战胜困难那一刻，而是他经历了重重挑战。仍然选择奋勇勃发，最终战胜自己的那一刻，他从来没有战胜困难，他只是战胜了自己。得自信啊！一旦你不自信，就落后了啊！你看我这个开法多么的时尚，多么的潮啊！一个果开成两半，卡里头开不出来，你会吗？不会。还是得自信的。我说我怀疑你在划水。当你怀疑的时候，把怀疑两个字去掉，我就已经有罪了。嗯，当一个人被怀疑的时候，他是无法自证清白的。你听。我怀疑董宇辉在划水，我说我没有，你看我说中了吧，恼羞成怒狡辩了吧，我真没有，你看你看他，你看他失控了吧，露出马尾了吧，哎，这就是我回应，我要说董宇辉一定在划水，我不说，说中了吧，做贼心虚了吧，不敢说了吧，所以只要他开始怀疑，你就是错的，回应和不回应都是错的。哦，掌握主动权，反问他，不要回答，一旦回答就被动了，所以反问，主动发起攻势。没有眼睛，没有嘴，鼻子阴沟，脸涂着黄色，耳朵挂了跟簸箕一样，走在路上，他说：“董宇辉，我帅吗？”抢先一步压制，形成舆论上的攻势，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样的男朋友都是谁在谈啊？根本不给他留思考的机会。倒了两罐，63.8，倒了两罐，而且颗粒比较大，还是挺好吃的。这么好吃的夏威夷果实，谁在吃呀？要拍一张吗？对，这么好吃夏威夷果都是谁在吃呀？大家注意啊，有时候又要拍了。这工作能攒着钱就怪了，我跟你说。这么圆的夏威夷果是谁包的呀？好吃，好吃，好吃，是吧？额外奶香，好香啊！拿完吧，给。哎，这都不好意思。哎。哎呀，你咋还见外了呢？不习惯。我说董宇辉，你都吃鸡食了？我今儿就吃这一顿饭，我能吃鸡食了。哥，咱越来年轻了，不是？你看，你看，我现在，你看这块是褶子，我发现我几乎所有的视频都褶子都非常明显。去年还没有这么明显，去年还有朋友说，董宇辉，你去年还少年气特别重，你今年的一个老男人，你听，大家对于老人是多么大的敌意啊，老男人啊！那一刻，我狠狠地跟于老师共情了，因为就是我以前叫他老头儿，啊。所以是打在谁身上谁疼啊？嗯，螺蛳粉讲了吗？螺蛳粉不讲，讲不了。啊，那讲我得试吃呀、啊。挑战一下吧。下不去嘴，下不了嘴。不行不行，不要连累我啊！讲不了，根据自己需求拍，好吧？在3号，对，反正今天晚上是好多人榴莲搭配螺蛳粉啊。据说一部分人已经连夜开始剥蒜，并且准备做臭豆腐。臭豆腐剩下的汁呢，做成豆汁儿。哎呀，这家里都没法住人了。邻居们连夜众筹给他换了套房，让他搬离小区。嗯，老男人，对。就以前当过老师，长得很帅的男人嘛，简称为老男人。这是鲁迅说过的啊。鲁迅如果没说的话，那你来找我，啊，我给你换个名字，换个人再说一次。小青柑啊，橘皮的清新，芳香，加上。普洱的浓郁醇厚搭配在一起，仿佛夏日阳光照上了初冬的第一场雪，仿佛和煦的微风拂过了秋天的黄叶，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他们原本来自不同的世界，也注定此生无法相遇，但是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啊啊，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吧，祝福他们。小时候听的歌词，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这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但你后来发现，就是真的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啊，甚至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对吧？纯爱战士呀，靠勇气啊，开始就理解了那句话。我说海鸟不是把鱼吃了吗？嗯，那咱换一个，海鸟和对浪漫过敏这个朋友，建议到医院挂个科。啊，你对浪漫过敏的。吃一点这个抗过敏的药，那就是海鸟和沙子恋爱，好吧，鱼和猎豹恋爱，主打就是一个反差嘛，跨物种哎，才体现了爱的珍贵啊，逆旅行人了，就真的是这都不是逆旅行，这是逆行旅人了，这都是啊，这是生命危险呀、啊，你这
你这主打都成了人鬼情未了了，我感觉。嗯，支持365天无理由退换货，收到货后可打开正装试喝5克，不满意即可退啊，商家承担来回运费。这个茶售后还对，这个茶隔一段时间就要卖一次。啊，董宇辉和铁锤恋爱，对，董宇辉跟爱上一个铁锤，嗯。铁锤把自己枪敲一枪，梆梆响。哥哥，你看我锤不锤？嗯。小情感啊，138，一共带走多少个？四罐。大概是13颗左右。一罐13个，四罐也就50多个。嗯，50多个，一天一个，喝50多天的。这个壶和杯子啊，李玉的。还有李袋。对，还有李袋呢，你看。就是这四盒就两个袋子呀，对，中秋送茶叶。你看你138买其他的，显得一个袋子，咱这俩袋子，送两件，显得量多。嗯，这个送礼思路就跟董宇辉不谋而合。啊，别人买一个钻戒几万，董宇辉给他买了油、米、面、排骨、苹果、石榴，啊，还有梨，拉了一车厢啊，量大。就是大力出奇迹，总有那种看走眼了的人，不是总有那种能透过我平凡的外表看到我美好内心的人。我说复兴半中人不存在，现在已经脱贫了，哈，咱这个已经下岗了，咱这属于这个职业习惯，职业素养。自己拍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放假的时候啊，如果你就是比较喜欢清静啊，然后愿意到山清水秀啊，曲径通幽之处啊，山水之间其乐融融，然后呢就停在那儿，坐个那个凳子，泡个茶，就泡这个茶很清新芳香，并肩而坐，那天你们俩看了一场日落。小王子说，那天我看了44场日落，他说一个人只有在难过的时候才会看日落，但那天我看的那个日落没有让我难过，我猜不是日落的原因，而是与我并肩而坐的你，啊，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呢，听过没？听过。回忆的画面。朋友说：“董宇辉，你去考虑整容吗？你给钱。”你给钱我就捐款，就是而逃啊！整容浪费这种钱没有必要，把钱留着买油、米、面、排骨、梨、苹果、香蕉、石榴啊！从你那儿骗的钱买一车送给翠花，反诈专家上线。啊！刚才秒出了3000单，看，说明还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心思非常细腻啊，然后呢，想象力极强。董宇辉这个寥寥数语啊，非常平淡的这种描述，但是好多朋友仿佛通过那些文字看到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假期啊。我现在出去都很少去景点。我觉得就是很多野山野水野海滩就非常好。有一句话，我们说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啊，人生的惊喜藏在沿途的山海里，就是这个意思。朋友说，孕妇能喝吗？啊，行行，这三个孩子就是偷懒，他们永远不问，反正就是遵医嘱，把锅甩给了医生。因为这个其实不好说，有的可能体质不太一样。你是有医生朋友是吧？我妈妈是。那你问，赶快问。问。嗯，以后他不上班也让他来这儿。行。要不然大家有人作为遵医嘱，他跟他妈就现场打电话。妈妈，再看妈妈。就是因为多了一句话，最后牺牲了两个人的所有假期。对，我妈可能正在看呢。最后妈妈劝孩子：“孩子，你回来吧，辞了啊，没必要。”这个工作呢，
就是妈觉得有点辛苦啊，妈不是觉得你辛苦，妈主要是自己也辛苦呀。老问，他没完没了啊。谢派 ，ladies and gentlemen。嗯，气。客服说不建议多饮。不建议多饮。对，还是看情况。一天呢喝上两盆左右就行了。两盆，对吧？泡澡，泡到浴缸里，然后躺进去喝完。这个量可能就刚好。有那味儿了。是吧？这量可能刚好。但是你要说，泡上两盆，跳进去喝完，嗯。不建议，不建议，主要是费水，家里的水费越来越高啊，每个月刚交水费交好几百，不太建议啊。我说我要听音，你要听什么音？尊敬的顾客，请您吩咐，您的诉求就是我的工作目标，您的建议就是我的努力方向，啊！千秋大业一壶茶，你这都不行了，你这才一千秋大业，那我这直接一缸茶，你算他千秋大业一壶茶，咱这一缸茶得多少年的业？咱这。自大爆炸之起，对吧？泡到浴缸里，然后把开天辟地到现在的事情都算清楚，不行，开天辟地是地球，地球到现在才大概，地球几乎对吧？应该比太阳还要晚，太阳才46亿年，宇宙爆炸到现在138亿年，他这个一壶茶就千秋大业，咱这一缸茶泡完，我不聊一个200万年的企业，我都觉得亏待了自己。我们的目标是做一家200万年的企业，啊，灵感就是来自评论区啊，一罐13颗啊，一罐13颗。听说这一年前就在卖的油。啊，对对对，这个一年前就卖玉米胚芽油呀，哎，我当时因为讲这个，一会儿会儿连扣了3分，不是连扣了3次，我说这个玉米胚芽里头有包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嘣给我弹窗。我说你这大家初中这个高中高一化学课上都学过的，就是那个啥啥，嘣又给我弹。我说你不信，我还搜手机，我说你看这个截图，嘣再弹了一个，就是反骨啊，服了，都服了。所以呢，说这个年轻人啊，为啥不长记性？还是吃亏吃的少，吃亏是福呀啊！所以祝愿这个董宇辉这个福如东海呀，是吧？天天吃亏，哎呀，那一晚上连扣3次，最后我都麻了，你知道吗？第二天在写检讨的时候，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为了卖一个产品，卖出去几瓶油，扣了3次。就是有革命友谊的呀。真的是，我现在看这个油，我还有心理阴影呢。嗯。老孟特意让我排的，给你。是吧？嗯。哎呀，冷不丁的这个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行李箱有啊，右下角小黄车里有朋友在问，今天 suitcase which may be useful for the coming vacation， 还要写检讨。你以为呢？我们在转型成功就被大家关注到之前那半年里头，那扣分最后要写检讨呢。嗯， OK，油需要朋友自己拍啊，这个是玉米胚芽油，胚芽就是玉米中间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啊，以整个玉米就那个胚芽，然后把那些胚芽抠出来，就像在玉米上抠胚芽，就像吃鱼，那么大个鱼，孩子只吃俩眼睛，吃鱼吃眼睛，眼睛吃完扔了，再买下一个鱼吃眼睛，很珍贵的意思，很珍贵啊，能理解吗？所以玉米胚芽油这两桶它得需要多少玉米啊，对吧？估计都得几万颗了。来下一个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行李箱，这个亮黄色，走在街上呢非常的吸引人注意啊，你只看到了黄色，你不懂我，懂我的人可以透过黄色看到我内心的孤独，别问咋看出来的，
你不懂说了啊。还有蓝色的箱子，你只能看见它的蓝色，懂我的人能从其中看到我内心的不屈的灵魂。你不知道咋看出来的，说了这个话只能说给懂的人。还有这个是这个啥呀，这个啥颜色？是蓝色。这个啥颜色？炎灰。灰是吧？对，灰色。嗯，你看到的只是箱子的灰，而我看到的是董宇辉。嗯，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这个是绿色箱子，牛油果绿，牛油果绿，这个绿色还挺漂亮的。这个箱子就是第一个大小，大家可以自己选，可以来拿下去。对，然后呢，它另外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这个材料啊，它比较防水啊，所以有时候你拉走在路上不用担心啊。有时候突然下雨了，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除了箱子以外，前面这儿也是一个单独可以开的部分的，对吧？嗯，对。哎，这咋抠不开呢？OK， 喂。所以比如说很多朋友啊，你举个例子，你要出差了，然后你拉，哎呦，麦子掉，不好意思。哎呦。然后这个大家比如说在机场突然你需要从里头取个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很狼狈，在机场把自己箱子就整个这样摊开了，里头拿那点蒜包的那点饺子，对吧？辣椒油、螺蛳粉塞那点这个豆腐皮儿全都露出来了啊，拿那两黄瓜塞那两瓶大酱不方便。所以呢这个就有一个好的点，就是你看这样取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啊，不至于摊得很开。啊，对，主要就是针对于电子产品的。自己拍吧啊。什么时候酸辣粉？酸辣粉今天有吗？我们看一下。嗯。我说感觉东西和今天比较。酸辣粉暂时没有。今天反应比较慢。头晕。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啊，你教的时间久了，你基本讲啥你都已经知道了，别说这个不用拿那个啥，我连书都不用拿，我只要问说，高三讲卷子啊，书也需要拿，对对，书不熟，对卷子很熟，就哪一年哪个什么考过什么题，那太熟了。好的时候就问学生，咱上节课讲的哪一篇了，学生就说。就这个比如完形填空阅读前两句话是什么，哎呀，他只要把前两句话一读，后面我真的连卷子都不用我都能讲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影响我上课发挥状态的其实就是身体状态，只要前天晚上睡好了，哎呀，那生龙活虎，特别猛，学生老受罪了啊。啊，对，卖包呢是吧？书包159，通勤用的，旅行也可以啊，双肩包。OK。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ike it? 很洋气，很上档次。一时间竟然说不清楚，是这个书包映衬了我的气质，还是我的这个气质升华了书包？我就说怎么这么上档次，对吧？就很难分得清啊。嗯，是吧？书包还干湿分离，嗯，里头放的是湿饺子，外面放的是干饺子，嗯，干湿分离。也可以放点衣服，放点衣服，不放，就放饺子，就放饺子，臭豆腐、豆汁儿、蒜，嗯，把书包腌入味儿，不拿整蒜，蒜泥，捣成泥灌进去，嗯，所以它表面是个书包，表面是个书包，实际呢？实际是个移动厨房啊，左边是醋，右边是芥末，什么？其中倒了蒜泥、饺子，都不用点外卖，真的是，社传你都不信。小口袋方便，还有方便，这是吧？前面，对，可以放个耳机啊。啊，对，你看这就是针对现代人适合，就是现在大家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小小的盒子和包装，
这里头可以放耳机、这里头可以放数据线充电宝这里头可以放啥，化妆包。哎呀，你这东西挺多的，这个放啥，这个放吹风机。啊，你这就是自带吹风机那种孩子呀。放个眼镜盒拿着。这儿你放啥，这儿放瓶水，放瓶水，插瓶水。这儿放啥，这插瓶矿泉水，矿泉水。你这还拿俩水，雨伞。那你这出差一次挺累啊，你这背的。精致吗？所以没有一个好包确实不行。精致。折叠烧水壶。猪猪女孩啊。还有比方说放纸巾。对，纸巾。纸巾不用。不用。用胳膊擦。用衣服擦。手擦，然后抹在衣服上。我还能用头发擦。用头发擦比较挂嘴。啊，所以你看这女孩就是精致啊，拿那么多东西。对，所以我们一般不出门。对，你看，但是如果东西多了，你还可以把这个拉链这样拉，它还可以扩充一些。还有扩容。扩容啊，它就跟那个箱子一样。对，不同的选择。嗯，然后这是这个大拉链，你看，拉开里头，这还有个这个网，这个网子里头放什么？放袜子。袜子。对。嗯，下面放什么？容易湿的，因为这是放湿区的。啊。放。饺子，饺子，放饺子，明白，在饺子上面放袜子，没有袜子在网里，泡就是买那泡脚包嘛，泡脚包泡的水，先泡脚，再搓澡，最后洗脸，然后服用，温开水送服，就是小青缸的那个水，对，会过日子呀，得带小青缸啊，然后这个包里放啥？这就放电脑。电脑或者是衣服，就这么宽的电脑，啊，内衣，嗯，这个呢？这个就是卷发棒。卷发棒，嗯，行。差不多了，代购了。过来。够了，这差搬家了。这包装的，这都不是旅行，这是离家出走的装备啊，吃喝拉撒都有。而且尤其是这种摆放的顺序很重要啊，让就是我们听来感觉导演就非常有这种规划感啊，尤其就是在饺子上面放袜子这种行为，我们感觉被考试了呀，我考我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饺子没味儿了，不用带醋了，有味儿，有道理啊，学到了，自己拍啊。对，赶快拍，要不然他这个饺子真的串味了。饺子串味，你这卷发棒都得串味啊。好吃多磨，哎呀，粗粮烤馍片，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喜不喜欢。你要到这个山西啊、陕西啊这地方，哎呀，那可是太爱吃馍片了。现在这种馍片呢，它还是这种烘焙的，有调料啊，当然也有油。小时候我们那个呢，就是拿自己家蒸的馒头切成片晒干，那最后也干蹦干蹦的，冬天没事就吃，没事就吃。现在好像没人晒那种东西了。我说有月饼吗？今天有，在购物车里，榴莲月饼不货了。榴莲月饼不货了啊，需要鹏自己拍啊。我说雨辉太欠打，嫉妒，这就是。明显的嫉妒，嫉妒我的智慧，他有那么多可以嫉妒的，他嫉妒我的帅气，嫉妒我的样貌，嫉妒我的气质，都可以，这都是我的优点，他就嫉妒了最差一个，最差的我的智慧，就是什么样的天才，鬼才，能够想起来下面放饺子，上面放袜子，有味儿了。有那个味儿的，29.9元，然后一共带走多少？两箱是吧？两斤装，就是一箱对吧？一箱，对，一箱啊，那给我两，我别引起误解，一箱啊，朋友们，一箱就是两斤。我说这个直播间有味儿，这个馍片是椒盐加烧烤味儿的，椒盐加烧烤味儿，这个馍片啊。你听啊，这个配料很干净啊，你听，做好了啊，吓你一跳，你听，
小麦粉，谁能想到馍片里竟然有小麦粉，对吧？你说这谁能知道，吓一跳。馍片里有植物油、黑米，震惊啊。东方甄选卖的馍片里头竟然有小麦粉。男人听了沉默，女人听了流泪，男人女人都哭了，都不知道自己为啥要沉默，为啥要流泪。还有麦芽糖醇、烧烤味的调料、鲜酵母、盐和碳酸钠。哎呀，来自山西青岛，不是山东市青岛市，是其实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不好意思，我这个嘴有点问题，反应特别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产地河，这是另外生产地址：河南新乡。我说这个直播间真的太实在了，一斤500克，真的是，都是老实人。你看这种就是夸人，你就夸得很具体，一斤500克，馍片啊，馍片没啥介绍的，朋友说你好好介绍，就是馍片。对，因为它里头加了这个黑米嘛，所以你看它的颜色啊，很诱人。有不同口味。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甄选自营的石榴。你看石榴到现在颜色开始变黑红了，发现没？最早那批的时候颜色没有这么红，对，甚至是粉红的，这就是上市时间的早晚问题啊。现在已经足够了，你看这颜色都已经这样了，玛瑙色呀，颜色浓的感觉都能掉出来了一样，染色了。明晚讲书吗？明晚可以讲，今晚晚没拿书，因为刚才沟通工作沟通到上播前直接来了，就今天石榴力减三元，石榴力减三元，对，这种感觉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在这里陪伴了两小时，都听两小时广告，下播了要听书，董宇辉很爱你啊，所以你给我们讲讲书。这种感觉就董宇辉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认识好多这个外国朋友嘛，平常的关系很好啊，但前提是他得跟我说英语啊，我要跟他练英语，然后他就识破我的计谋，他既然你拿我来练英语，那我也不能闲着，我拿你练中文。所以最后呢，就是我给他说蹩脚的英语，他跟我说不地道的中文，就互相折磨了一段时间，发现不适合啊，没有缘分，分道扬镳了啊。我以为你喜欢的是我这个人，没想到你是拿我当成了学习的工具啊。北京行在啊，北京行好像是在说在长城附近哪儿，我听说，这种感觉，像小时候，女孩说：“董宇辉，我可喜欢你，我觉得你跟前班其他男生根本不一样。”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啊？大聪明，你有一个黄金一般的心肠，你乐于助人，对，我乐于助人。然后呢，所以咱很快就收假了，然后要抄写的课文我都没有抄写，你会帮我的，对吗？当然，因为我有一个黄金一般的心肠，你是个好人，我乐于助人啊。他说谢谢你啊，你帮我把作业抄完，这样我就又能有一个下午出去跟铁蛋儿一块玩了。
谢谢你，玉辉，真的是有黄金一般的心肠。对，我还有冤种一样的脑子。酸奶搭石榴，这个是老酸奶，就像咱小时候喝的那个老酸奶和熟透的石榴，嗯，都是资深玩家，这就适合这种咱从小给别的同学抄作业的这种人，其他人都不适合，品味不来它其中的这个味道。感觉酸奶有原味儿和蜂蜜味儿，原味儿和蜂蜜味儿的啊。对。一瓶只要3块多，一瓶只要3块多，它还挺好的，因为通常来说这种酸奶一般卖的比较贵啊。对，朋友问籽儿呢，这是软籽石榴。嗯，吃软籽石榴还吐籽儿，这种感觉就像你吃火龙果然后又把籽儿挑出来一样，可以，但是没有那个必要，对吧？对。酸奶加糖了吗？我给你看一下啊。这啊，有呢，配料我是没找到，生牛乳、白砂糖，还有0.2%的蜂蜜，再就是这个嗜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这就是酸奶里头的这个乳酸啊，就是乳酸菌，童年的味道。在街边那个罐，小卖部。那你这锅子罐都聚在一起，冬天都聚一堆罐。那你这童年日才挺好，都能喝酸奶。我小时候喝的是面汤。饺子汤。我妈每次原汤化原是喝啊啊，喝不完不让走。妈妈，我想喝酸奶。喝啥酸奶？你锅里有面汤啊。我说董老二，我要嫁给你，我太爱你了。这几个朋友呢，一会儿完了来我这儿结账，你这个统计一下数据，咱商量的是5毛钱一次，好吧？你发太多呢，但是咱有上限，一个人上限5块。你发太多了，我也掏不起。3色小番茄。哎呀，吃点三色小番茄啊。嗯，咱们今天的营养。黄色的、红色的和绿色的，三色小番茄。3斤是34.8块，5斤是49.8块。哎呀，这个石榴现在真的特别甜啊！因为糖分累积的不够。嗯，昼夜温差已经越来越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云南的石榴先熟，完了是四川的，四川会理的，四川熟了之后，基本上就到河南、陕西一带了。河南也有很多种的这个地方，不然给你讲吧，刘禹锡的老家，陕西也种很多，我老家。潼关县就在种这个石榴，品质也挺好的。其实石榴差不多就卖到10月初就不卖了。石榴卖到10月初，对对对，后面就没货了，就摘完了，就不产了。对，哎，已经减3块了。有朋友说，你有体会过那种为了一个人仿佛想要拼命望眼欲穿的感觉吗？大家回答有，当时他撑了我5块。你看不，为了5块，发吧，嗯。啥？咋的？哎呀，哎呀，一模一样呀、啊！哎呀，感觉这卡 bug 了，这历史重来一遍。导演说：“宇辉给你看个惊喜，我看啥？至于要卖的榴莲、螺蛳粉、博望梨、牛奶、猕猴桃。”一样的人，一样的品，感觉这个好像经历了一次循环一样。哎，这个我好像刚才刚来过这儿啊，是吧？就感觉自己刚才有没有播2小时啊？
再播两个。行不行？我还得想想。芝麻开门，啪，又来了一遍那种感觉啊。哎呀，来一个榴莲吧。刚说的就实现。雨禾老师，你吃榴莲吗？哎，刚吃了一个呀。吃榴莲吗？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表情咋回事？吃不动了，现在。可以啊，榴莲搭配螺蛳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搭配。你看，对，然后配上蒜，配上蒜提味儿。嗯，然后餐前呢要用一点这个豆汁儿，北京豆汁儿，北京豆汁儿，老豆汁儿，哎，发酵，是不是？87年的豆汁儿，87年豆汁儿可以开胃。嗯，也可以搭配上两块82年的臭豆腐。那是饭后的啊，但是饭后小甜点，饭后甜点，饭后甜点，这一烫馅儿，对不对？从头臭到尾。对，刚才说的跟产品无关。哎呀，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嗯，你刚才已经吃了。对，我吃不动，你吃吧。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冰冰凉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个，这个再搭配上热的螺蛳粉。你是冰火两重天啊？这就是碰撞，这就是碰撞。因为冷冻的时候，榴莲它的这个味儿其实散发的很慢嘛，对，众所周知，热的时候分子散的速度快，所以说为啥烤榴莲比较恐怖呢？嗯，因为分子运动速度更快，更臭。烤榴莲比较恐怖，我刚才上播之前就很好吃，但是他们给我烤个榴莲呢，啊，好吃，但就是这个味儿咋说呢？味儿有点猛。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像这种带甜味儿的、带香味儿的这种东西，你一加热之后，那更甜更香。就是吃这种东西不，都不是说需要你胃口好，主要是需要你心理素质好，啊，需要你的屋里那个通风能力得好。你胃口帮不了你，还有一个需要这个邻居的脾气好。嗯，对，啊，对。下班了，谢谢雨辉老师，辛苦啦，辛苦啦。